打工被骗，过年回家求帮助，在外打工都不容易。这些给你，不用了，拿去嘛，回家过年就捡，再聊。大叔，你还记得我吗？是你啊，沈宝杰。我的卡里面有10万，密码在后面，你先拿去给他一看病吧。这太多了，我不能要。你就拿着吧，要不是3年前你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啊！勇敢的向前走。老板，帮帮我，走开。不良，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孩子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黄总，不要信他。这里有2000块钱，你先拿着。谢谢。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困难打给我。看你做的好事儿，还挺能装啊！还记得前几天公司门口那个女吗？具体来说，我这2000万的账户就这样被你挪走了，还挺有心机的嘛。你在说什么呀？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她可是做出项目出来的千金，你这老年人，我怎么就没发现？我可以跟在你身后走。亲爱的，这手机壳还满意吧？很满意啊，很喜欢。那喜欢以后就不许离开我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刚定制的情侣手机壳，摔坏了你拿什么赔呢？实在对不起，要不我赔给你吧。呀，手里的是什么？馒头赔我的手机壳，扯皮呢。喂，老婆，儿子的学费我会想办法凑齐的，你就让他安心上学吧。我想了想，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赔我点钱买手机壳。大哥，我只有这么多了。我拿了你买手机壳的钱。对，这是你的馒头钱。我只有一身坦然，我心一口。哎呦，穿的人模狗样的还出来捡垃圾，真丢我们年轻人的脸。哎，别走啊。这里还有一个，要吗？谢谢。哎，要不来我公司做保洁吧，比你捡垃圾强多了。不用了，谢谢。捡一辈子垃圾去吧你。他居然开这么好的车捡垃圾。阿姨。哎，小伙子，你怎么又来呀？这是我给你捡的很多皮子，跟我来。这2盒笔是我送给你孙女上学用的。谢谢。你最渺小的我。叮叮叮。嗯？面对疾风吧！有人爸，你别愁眉苦脸的，这样我出钱，你买条项链送给妈，哄她开心。嗯，真的假的？这肯定是真的，儿子还会坑你吗？这样，你用这个量一下妈脖子的长度。回头我们就去买，好吧？好好好，那现在就去。叮叮叮！爸，你别这样！滚！哎呦我的妈！怪不上我爸！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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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完了，妈妈肯定不放过我了。
找个地方躲一下吧。让你天天打我。小芬，臭小子！喂，你是不是搞坏我口红了？我不是故意的，还有你的破扫把也被我不小心弄坏扔掉了。赶紧回来！我就不回，有本事你来找我呀！欢迎光临。妈，别扔在那里了，我们一起去玩。妈，快点！哇，漂亮啊！赶紧过来啊！小芬，我恨他，不用怕，你看。好啊！哇，小芬好漂亮，你快看。妈，开心吗？开心，以后我都会多带你出来玩。小芬长大了，懂事了。啊！妈，我舍不得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在家给我老实点，知道吗？喂，我的彩蛋就这完了。哎呦我的妈！嗯，多吃点蛋，给我下多点蛋。臭小子！有人你在干嘛？我刚在五八同城找了办公室体验室的工作，离家近，还有双休五险一金的。我的彩蛋！臭小子！妈！妈，你快看！臭小子皮痒了，来打我呀！开门！还敢跑？对，窗户有木网，根本上不去啊！糟糕，跳玻璃上。小王，动我的钻戒，获得了吗？我要的东西呢？你完蛋了！啊！别打扰我！你烦不烦了？玩游戏？我的妈，怎么这么巧啊？是挺巧的。这小昆虫真可爱。糟糕！我老虎婆，雕虫小技。你在干嘛？妈，我准备在德芙给你选几套大牌衣服的，那得多贵啊。不贵，现在开春换季活动多，各种大牌潮牌价格划算还保值。我的琥珀，奇怪，琥珀里的马蜂怎么变成长音了？妈，你不会被骗了吧？哎呦我的妈！爸爸，包都坏了，买个新的吧。这补一下还能用，我先去上班了，你在家乖乖写作业啊。知道了。Son, damn. Oh, coming up. 爷爷，你这边石榴有什么吗？快去捡水果去。The pink girl, you're gonna make my house up.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Son, damn. Moon coming up. Let's get it up. Let's tear this love up.卖石榴了。小朋友，这石榴多少钱一斤？5块一斤。那给我来5斤咯。好嘞。
看来真不能再用了。莹莹，我回来了。这孩子又跑出去玩了，又跑去哪了？作业都不写。爸爸，我刚才出去给你买公文包了。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卖石榴真的呀，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自己却连公文包坏了都不舍得买。莹莹真乖。爸爸，快试试看。好。哇，爸爸真乖。多少人依然在逞强，我守着我的倔强，在回忆里成长。忘了吧，我没有感伤。多少人没有过彷徨，多少人依然在流浪，我守着我的梦想，哪怕有再多的伤。继续吧，路还有很长。这一切其实本无味，细细的品尝，慢慢体。你在干嘛这么吵？妈，我在家看电视呢。要是我回去发现你不在家的话，你就完了。市场到家距离8986米，你妈妈的速度到家需要10分钟。你好，博越，请吩咐。导航回家，即将为你导航。游戏厅离家距离3568米，以我每秒跑5米的速度，到家需要713.6秒，抄近路节省82秒，路上这台车加快78秒，途中扶老人过马路增加40秒，这样我到家还剩6.4秒。啊、你干嘛满头大汗的？没有啊。老子到底去哪玩了？妈，我真的在家没出门啊。还敢狡辩？原来真的是个瞎子。美女需要打车吗？不对啊，人民医院可以走吗？可以啊，来，小心点啊。美女，你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打车，就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吗？怕啊，以前都是我爸陪我来的，他为了治我的眼睛，到处打工，腿越来越不好了，我只能一个人壮着胆出来。美女，医院到了。哦，谢谢师傅。嗯，那个多少钱呢？10块就行了。10块？平时不是都差不多20吗？师傅，钱在这里，我看不见，你自己拿吧。好，拿你20，找你10块，拿好了。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还想前走。